幸运选手到高雄了，高雄国际机场怎么那么热闹？原来是志工们列队热烈欢迎。让我们来看志工们的活力吧。这边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的长兴综合服务中心的志工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代表整个高雄市来这边欢迎抵达参加世运的各国的选手。这些志工普遍都50岁以上，他们热情而有活力的模样，似乎也感染了世运选手。相信比赛期间，他们会听到更多来自台湾热情的声音。留影记者李雅婷高雄报道。